啪啪啪啪的响啊，五更咯。就在我们互相勉励了一下之后，英雄联盟终于开始了，走起！全部都是广告啊，一首歌都没有吗？不是，应该是有一个主持人，哎，啊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哎，欢迎这位观众点歌，然后就给你一首歌这样。好、哦，哇，双杀，帅哦！太傻了，哎，还以为他要让头给我，原来他在等尾刀啊！哦，来了来了！哇，钻哦钻哦，峰哥，避闪避闪，给他死！哦哦哦！哎呦！他怎么？哎，谁把谁把我带走了？没想到塔是鸟都不鸟他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至少拿到了守塔，我们上路比较快。这里的话，这边打野五等，我们打野竟然七等了啊！七等了，差这么多的。这边的打野看来是疲于跟可啊。一下跟这，一下跟那的，峰哥我有大，随便打、啊。真的是绝了，这个。追啊追啊！追追追，帮你加速。好，就打这个，我攻砍他。哎呦哎呦，我中弹了，我中弹了，峰哥中弹了，帮回点血，帮回点血，他竟然开始丢得到我了，可以啦，上了啦，我有大啦，抓哪个都行，抓哪个都行。我要挂啦！我刚刚没跳过去。你看，哎，峰哥，你这个惊人，这个有失水准啊，峰哥。好，峰哥晕他，这边中路都来啦，哦，螳螂也没啦，这是啥情况啊，怎么是长这样的嘞？帮你补一下血啊！我帮你补一下血再走。哦哦哦哦哦，冲上去了哎、欸！哇！哇塞嘞！啊，他临走之前帮我们打了一波啦。来、啊，我在里面。Nice 啊！用我的生命换走了这个打野，太赚了。来比数是这个9-10，你们也不扭一下吗？就让他这样啊。没事啊，中间的时候大招还是可以给别人的，后面再给自己就好了。现在我还没有羊刀，战斗力还没有到那么厉害。轰杀！哟。
峰哥，你咋不直接上呢？那个自己人呐、啊，你上了他就懂了。开怼 ，nice 啊！再走一个，又是用我换的，不可能吧？全中！哎，我炸死了！这是他的逃跑 BGM 啊，他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横越了山谷，他现在来到了最后的平地，最后的直线冲刺，鞋柜 ，nice， 死啦！3-14，我都有羊刀了，输啊！20分钟羊刀的场，输了。好，现在是14-14，这里峰哥螳螂打得漂亮，他们打野开始一直死了，就是被我打到心态崩了。好，来看下路这个血鬼。被屌打，血鬼竟然被屌打，哎，我来救你啦！追哦追哦！大逃杀大逃杀！好、哦，他们要么守我，要么守蒙多嘛，啊，去守蒙多了，那我要拆塔了。朋友，主要朋友。真黑加一。好啦，快跑啊，峰哥！他很凶哦。도장불변의진리가있는것신성한빛에서창조된哇。哇，被炸一下要掉600滴啊！我也试一下，真的嘞，真的是600哎！水哦水哦，冲冲冲冲冲冲的啦！来吧。感觉是稳了啦，来啊，假拔龙啊，假拔龙啊！不是这个角色，你要懂他的玩法，你才能跟我一样高胜率。这个角色呢，就是像金川议员那一种玩法的，有人来就扁他，没人来你就拆你的塔。追哦！追不到了，追不到了，再追再追！我要抓后排。我要残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来！补血差一点点呢，我想说补了应该就没事，没办法，补血差0.1秒，补到就稳了。我的队友死命的死八龙，到底会不会被偷呢？果然是被偷了！哇，这波大龙被偷，我看对面心态是要崩了，一波狙狙，一波狙狙，安娜娜微笑。峰哥在这个泰坦的旁边走来走去呢，好像蚊子一样啊，峰哥啊，被电蚊拍打死了。啊！别啊！别这样跟我玩啊！要打。啪啪啪啪的响啊！出更喽！
啥呢你们啊，都来了都来了，快跑快跑，四下都来了，穿透 AP 太低了，这样补血跟加速都很少。而且我本来就自带穿透啊，啊，这下真的要死了，可恶，这次真死了。哎 nice， 抓到咯，这打野真的心态崩了，我看他们的双排应该就到这场了。好，现在比数31-25，剩下的我来处理吧，剩下我来处理吧，剩下这两个很难处理的。缘分已尽，我给他一刀，哎，你给他两刀，还是三刀啊？太快了，不行啊！看看我这个输出，没事，哎，没事，还是蛮高的嘛。